武当王爷拜见老天师是什么梗？武当王爷拜见老天师是动漫《一人之下》中王爷的一句经典台词。这段台词本来只是剧中一句平常的问候，却因为抖音作者的模仿而突然成了热门的短视频主题。这些跟风的视频作者大多从未看过《一人之下》，因此而引发的二次创作热潮也越发偏离原作，逐渐发展成花式抱拳、秀造型、耍帅视频。除了仍在使用王爷的配音以外，视频内容与王爷这个角色本身已毫无关系。许多视频作者甚至不知道王爷的名称，称他为武当王或武当王爷。